Hey. Quack.哼哼哼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aco。那我终于骑到 R15 V4 了，哦，真的很期待这台车的表现啊！因为我真的蛮喜欢 Yamaha 15这系列的 NT15 跟 R15，觉得这颗引擎真的好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简单聊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在拍试车影片。那我们今天先简单聊一下哦，上一部边骑边聊的心得，跟大家讲一下我第一时间骑乘这台，我 GoPro 歪掉了，讲一下我第一时间骑乘这台的一些心得感想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大家知道这台 R15 V4 呢，可谓是现在最火热的轻档车啊，哦，一车难求。本来预购价好像是148,000吧，我这台是 M 版的，那现在应该已经炒到150,000多了，好像现车还有178,000的啊，真的是他妈的很贵啊，很贵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对这台车如此火热呢？我想也跟它的一些外观啊配备有关哦。当初不是很多人不看好这个口球设计吗？但现在真的是火到爆啊！哦，它实车的质感其实非常好，真的非常漂亮，很有杀气，完全就是一个雅马哈的新风格啊。那这个起步呢也非常快，离合衔接很快，所以很适合新手。而且我觉得这台最屌的是它居然有进档快排啊，好不好？但它转速好像要超过5000转的话才能启动进档快排。哦，我试给大家看。有没有一个连续的进档快排，不用拉离合，好爽啊。那我个人还是习惯会拉离合啦，就毕竟这样还是比较有那种超驾的感觉。但如果你是在赛道拼成绩的话，那这个进档快排呢会很好的可以辅助你哦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它的进档快排哦，在一转二转三的时候会有一点微顿的感觉，就是不是到那么顺，后来才会越来越顺呢。但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好挑剔的，毕竟这种小车原厂配进档快排真的是有点太无情了吧。然后它还新增了 TCS 啊，哦，这个又是一个算是蛮好的电控配备啊。虽然不能调段数，但是这种小车也给你了，真的是没什么好挑剔的，真的是把同级距虐得不要不要的。然后你看我这样退档，又有滑动式离合器，哦，减少很多那种顿挫感，新手使用上又更容易了一点。然后这个新的油箱呢，比上一代好像削得比较圆一点哦，但还是呈现一个饱满的状态。那我现在这样高档低转的定速，手把也不会很震哦，维持在一个舒适的感觉。但是呢 R15 它的骑姿是有点前倾的，比较战斗，加上它坐高又比较高，所以整体的骑姿还算是比较偏热血一点啊，长途下来可能会稍微有点疲惫感。但是呢，这个带到山道就很好玩了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。那我这个车主有盖一个樱花管哦，短短的，很像 GP 样式的，出口还有那个蜂巢的那个盖子。我觉得这个管它看起来好像那种很炸的管哦，但其实呢，蛮小声的，而且很低沉，很饱满，蛮好听的。就比原厂再大声，但也不会到吵的地步哦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，那从刚骑到现在呢，我对它感受还是跟上一代一样啊，非常的好骑，非常的顺畅，整个离合衔接的速度很快，然后
起步啊、中速到高转，整个区段呢的力都还蛮不错的，在市区骑应该是完全 OK 的，但是它的骑姿算是比较战斗的，所以可能要习惯一下，会有点累。那现在的白牌三巨头应该算是 R15 CBR150 啊，那 Suzuki 不知道是 GSXR150 还是 GSR250 SF250 啊，因为啊小阿鲁好像没有进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 GSX 呢好像有点代替他的位置，但 GSX 的特性又跟那个 GSXR 又是不一样的，然后 CBR 又比贵的，那雅马哈这个无敌啊，真的是只要你不是很在意这个口球的人，你是觉得他是帅的那种的话，我觉得你几乎是没什么抵抗力啊，真的是太香了、啊、以白牌的防晒来说。而且他给的配备确实是远超同级距的，他配备真的太无情了，真的太屌了。还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，它有 BVA 可变气门，反正就是整个区段维持的力都还不错，然后它又有 Bluecoat 引擎。诶，这一代有 Bluecoat 引擎吗？因为上一代有啦，这一代我不知道，反正它也省油啦。那它又有滑动式离合器，又有多连杆后避震，又有环抱车架 Dealbox 还轻量化 OE 铝合金摇臂TCS、ABS、QSS 快排、哦、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哪一台白牌做成这样啊。然后它的仪表哦，还有那个一个赛道模式，你进入赛道模式的话，它的转速会变成显示6000转以上，然后你可以计时你的单圈成绩那些的，真的是太无情了、啊，雅马哈。而且我在按它仪表的时候，它还可以显示什么油耗啊、水温、温度啊那些很多资讯。虽然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平常之事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之前骑的车啊，就是那种比较旧的车，要到比较高阶的车款才能按出那么多东西耶。我今天在 R15 上面按出那么多东西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过分了，雅马哈。那我现在在往七乙的路上，然后我们等到七乙再来讲他山上试乘的一些感想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到了七乙哦。其实我刚刚前面已经骑了一段啦、啊、哦，骑起来非常爽快，整个过弯的灵活性就是跟想象中的一样好。骑起来超舒服的，它给的力很线性，不会到很快，几乎是一过弯整个车都可以这样很顺的给你下去。然后它有滑动式离合器，又有进档快排，所以你在操作上如果熟练的话，这东西是更能辅助你的哦，骑起来非常的爽快。前面前叉的支撑性我也觉得非常不错，小热血蛮够用的，后悬吊也不错，但是刹车的部分呢，我觉得有点软。你如果骑很快的话，它会有点刹不住，但整个这种这样顺顺的过弯整个车是很稳的、啊、我觉得果不其然是它的那个环抱车架加它那个 OE 摇臂啊，整个刚性有感觉出来，上一台 R15 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了，就是倒岔版嘛，整个过弯很稳。因为之前有分为正岔跟倒岔，然后产地不同，一个是印尼制的，一个是印度制的。那印尼的摇臂会比印度的来得好，但是它现在呢，好像就没有分印尼制跟印度制的，好像统一都是印度制，然后整个配备规格都升级成印尼的版本，就是倒岔跟 OE 摇臂，然后前后都有 ABS 整合在一起，就没有分版本啊。之所以为什么一开始预购没有我出估的那么贵，因为它产地都变成印度了，那印度的正岔版大家也知道就是比较便宜，整个整合之后呢也是印度制造，所以它的价格就没有被拉到17、18那么贵哦。我觉得这也挺好的。
找不到 N 档，找不到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那我觉得这台真的是骑起来非常过瘾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这个口球？哦，哎，真的是帅啊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要看详细的车辆介绍呢，我在下礼拜会推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，这个就边骑边聊哦，跟大家分享我骑这台车的喜悦。基本上骑到现在没毛病啊，我等一下骑我也是觉得应该是会挺过瘾的，好不好？好车一台啊，那我是 Taco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